要到送饭那点的，我是九零后的老王，我又来给你们张罗吃喝来了。今天高着鱿鱼做的爆炒鱿鱼花，你看这菜给老丈人下酒够不够硬实？找二师兄借点这个鱿鱼回来，给他内脏处理好了，把红秸秆的黑膜你给他拽去，完你给他料片包着菜板上打斜刀这么锯子，别切透了。完像视频中这样翻过来，你再锯个，都锯割好了，按你自个想要的块大小给他切一嘎子一嘎子就行了。完你再切两个老丈母娘撅屁股摘着小辣椒，蘸上辣椒才辣呢，给他拦个几刀。开水把切好的鱿鱼倒锅里头，这开水一烫，这小花就都卷进起来了。哎，焯开锅焯透它，你再给它往出捞。没啥事，你也愿意在家张了个吃喝，得意咱东北家常菜的，你可别忘了给点个关注啊！要不得你哥一想吃不会做那钱，一时半会儿你给扒拉不着我了。主页像这样式家常菜还有一千来道呢。锅里头烧一大勺黄豆油，烧叶子，你放上葱姜，给它烧开，烧炸出香味儿了。快上一半勺郫县豆瓣酱，谁说郫县豆瓣酱不好吃的？你看锅里大点火，给它炒透的，那股子酸味儿给它炒出去都要好吃了。把配菜倒锅里，给它炒断生了，把焯好水鱿鱼倒锅里头，爆炒嘛，你必须大点火，叮咣的皮筋给它爆起来，这样式炒出那味儿来才好吃呢。大点火。完了，你少搞点鸡精调味就行了，就别搞盐了。这顶上的郫县豆瓣酱都成咸了，你要再搞点盐，这菜只剩得炒齁咸的了。最后人，你要是愿意吃那个辣的，你再给它添了一点红油里头。要不乐吃辣就那么地了。你看这点菜给你炒的锃亮，这家倒上二两散都给你喝栽扔的，这酒量好的老丈人都给他喝晃了他，喝的迷的糊的可地找鞋。那仨老丈人你都得给他喝丢他。这口劲你家瞅着这小菜炒的还行，你得意这口瞅着能好吃、啊、你就顺手给他大红心手里给点一个吧。老妹儿打心眼里的真心的感谢大家伙了，谢谢了。